直接音箱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我们现在就前往山上去野炊，顺便看一下我们准备的这些野炊装备是不是好用。今天是个多云的天。现在去地里面摘点菜。烧水呀、啊！我来洗菜了啊！咱先中午吃个浇花吧。万一等会烧火的时候挑到火上了，就麻烦大了啊！就是现在阴下来了，也不怎么晒了。那咱把饭做上吧，要不要把饭做上？可以啊。可以哈。是吧？就他这里就行了。姜不用弄，你来发个蒜，我给你拿蒜啊，拿蒜头。蒜呢？现实很骨感，就得测试一下啊。感觉还不错啊。大半，我小半，这么臭。这样就不用那么多盘子和碗了。对。好，吃完以后自己再添，相当于自助餐。怎么样？味道还行吗？寻找美丽乡村，体验慢节奏的长车旅行，我是指尖云香。喜欢我们视频的观众请关注点赞，咱们下期再见。